好，经过一场唇枪舌战，现场一片混乱。那么我们且看反方思辨如何进行总结、收拾战果。时间为四分钟，有请。谢谢主席，大家好。今天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经济如何区分他是城市的灵魂。当一个人我们要区分他到底是好还是坏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看他的内涵。而今天文化和人文却是他的里头的内涵，而经济只是一个躯壳。今天对方告诉我们，今天对方一直告诉我们说，经济的组成是因为经济的组成和崛起是因为经济。事实上，其实事实是这样的吗？不是。今天一个城市的崛起和它的组成却不单单只是它的经济，而还有人文呢。但因此，当两者都对城市非常重要的时候，请问对方要怎样论证出它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呢？所以，因此，对方只看一半又不看一半的论证方式，是对我方很不公平的，而且非常片面。而今天我方告诉大家，人文才是经济的灵魂，是因为人文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是因为它具有意义，它具有意义，而今天才是这个辩题所要探讨的。对方一直告诉我们说，要让城市持续发展，还得靠经济动力，这点我方不否认。但是对方以这种继续发展的论点，就跳跃式的论证经济是城市的灵魂，但这种直接性，对方没有交代清楚。可是当我们深入的探讨的时候，一个城市的发展，它需要的不只是经济的动力，它需要一个是政治的理念，它需要是一个环境的资源的时候，请问按照对方的逻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当成是城市的灵魂吗？显然的，对方的立场是根本无法成立的。三。今天对方企图告诉我们说，一个城市都在追求利益，都以经济作为考量的时候，还是最终目的。但是今天目的就等同于它是城市的灵魂吗？我方绝对不能苟同。当今城市在吸引外资、吸引经济利益，在如何在旅游业让自己的名声站在国际化的时候，是不是还要以它的特质、它的文化来站在这个国际化呢？当它成为这个国际化的时候，当它能站在这个国际化的时候，是什么推广它呢？是因为它城市灵魂，是它的特质。为什么旅游业要发展的时候，为什么还没有告诉人民说它一个月有多少个收入呢？而是告诉它有什么特质呢？当我们想到大马时，我们想到三大名著；当我们想到台湾时，我们想到它的美食；当我们想到巴黎时，我们想到它是一个浪漫之城。这深深烙印在我们心底的却是他们的文化，而不是他们的经济，请对方搞清楚。而今天经济的收入它只是一个空壳，对方绝对要搞清楚。而今天这些文化的象征才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如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诱惑面前，人类宁愿让那些古旧建筑物与文化消失。人类忘记了这些文化与人文却是一个城市的指标性，是一个城市的一片，是城市的一个名片。它见证了一个城市的灵魂与历史。古人为我们留下的是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是有历史、有底蕴啊，有历史文化的底蕴。但如今人类却留下的只是一个冰冷的建筑物，那试问这个城市的灵魂是要提倡这种价值吗？是要提倡这种不顾人情只顾经济利益的价值吗？不是的。既然人类只留下冰冷的钢骨水泥的建筑物的时候，还有堆积如山的垃圾的时候，还有污染城市空气和渗透利津味儿的马路及后者的时候，各位，这不是我们所要提倡的价值观。但是今天我方不否认经济和人文是相辅相成的，何者失去何者便会衰败。但是人文活力才是经济，才是城市的灵魂，让城市具有指标性，迈向更文明、自由、民主以及达至和谐效果。谢谢。好，感谢反方思辨。现在我们有请正方思辨进行最后发言，时间为四分钟，有请。谢谢主席，各位观众，大家下午好。首先呢，第一次自由辩，我就问对方第一个问题：经济仅仅是等于钱吗？今天我们讲经济动力是什么？经济动力指的是带动城市发展、满足人们各项需求的一种发展力。所以对方今天第一个犯的最大错误是双方比较的不公平的标准。为什么对方说我们经济只等于钱，而对方的人文却能带来各方面的生产呢？所以我们讲今天经济不仅仅是钱，是带动一个城市各方面蓬勃发展的根本的支撑力与创造力、支持力。
首先打掉对方几个帽子，对方第一点告诉我们说，没有人文就没有灵魂。请问今天真的是一城市，真的是人文来引导灵魂吗？我们说不是。今天真正引导一个城市发展是人的需求，人需求什么东西，我经济就发展什么东西。所以对方今天要以一个人文引导城市的灵魂来论证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讲是一个城市人民的需求来带动一个城市的灵魂。对方还告诉我们，如果只追求经济，整个城市会充满铜臭味。我真的很不明白，今天一个经济是带动一个国家发展的根本发动力，为什么一个经济带来经济动力，带领城市旅游业、观光业、食品业、食品加工业一切工业的基础的时候，你告诉我是铜臭味呢？对方今天还是建立在第一个错误之上，把经济只当作钱来看。所以总结今天整场下来，双方最大的症结点在哪里呢？在于我们的出发点不同。今天对方的出发点是从今天城市一切都做了完毕，什么都做好了之后，他从最后一个来看，说城市表现出来什么特征，就讲这是城市的灵魂。而我方的出发点是从一个城镇发展成一个城市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是什么力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而你今天的人文是为一个城市发展完备之后所遴选出来一个特征，吸引游客观光的一个理由。为什么我吸引游客观光只是其中一个经济活动的时候，你却以小来论大，说你一个经济其中一个经济领域就来引导一个城市所有领域的灵魂呢？第二点，今天对方错把今天一个城市的特征当作一个灵魂来看，根本就是一个游客走马观花，以片面的眼光来涵盖今天的立场，是不是有点以偏概全之嫌呢？接下来一点，我方以一个更全面的角度来看，而对方只是从一个片面的角度来看，怎么看呢？今天纽约的经济很发达，纽约建立了完善的经济设施。今天我建立一个完善的交通系统，是不管高矮胖瘦，一个人富有还是穷，他都做得起，都用得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个经济发展，建设一个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城市各个领域人都能享用到的。而纽约的百老汇是其中一个文化，而百老汇的一张门票是2000令吉，而纽约市的人均收入是1800到2500令吉，是不是有一些人是不能买到票？你的一个灵魂难道只能满足到一个城市部分人需求也能叫做灵魂吗？那对方是不是说只有富人只配拥有灵魂，而穷人根本不配拥有灵魂呢？所以今天以片面来涵盖今天整个的立场是不完全的。今天对方还告诉我们说，人文是城市的魅力。请问人文如果没有经济的推动，它只是一个不是一个活物。今天我的经济是推动你的人文发展的时候，今天说法国的卢浮宫要修复一次它的石像的时候，是要花了8300亿欧元。今天请问要修复你的人文，要用到我金钱，我激活你，为什么你反倒成为我的引领呢？谢谢大家。好，感谢正方思辨的总结。